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在这个地方跟你见面。特别有一个观念要跟您来分享。如果你到过菜市场，看到菜市场里面很多的草绳就丢在地上，那个草绳叫做垃圾。可是当你把那个垃圾拿起来绑白菜放在卖菜的桌上的时候，那个草绳卖的就是白菜的价格。如果这条草绳绑的是螃蟹呢？这条草绳它卖的就是螃蟹的价格。你自己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是你的生命跟什么绑在一起。如果你跟你的爱打牌、爱打球、爱打老婆的人绑在一起，你就是垃圾的生命。可是如果你来跟主耶稣绑在一起，你的生命将不再一样。我是过来人，我非常清楚知道人生命的珍贵在什么地方。我也要跟所有的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一起分享，当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，这是耶稣对他的学生彼得说的。你要兼顾你的弟兄，你必须要先回头，不要忘记你蒙恩回头之后要去兼顾你的弟兄。你周遭有太多人需要你去兼顾他，盼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翻转。如果跟耶稣基督绑在一起，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可以得到翻转的。我可以，你也可以。耶稣爱我，为我舍命，他同样爱你。耶稣爱你。